没错，我要让江医生认识真正的我。原来，这就是你突然闹着要减肥的原因。爸，你听我说，什么也别说了。傻丫头，你被骗了！这些个什么营养中心都是骗钱的，专门骗你这种什么都不懂的女孩子的。我现在就去告他们去，我要让你看清这些骗子的真实面目。不是，爸，你听我说，他们没有骗我。那你为什么要减肥啊？我在家看店，我一会儿就回来。不是，爸，我不减了还不行吗？这是什么花啊？含羞草吧，不好看，也不好闻，也不好养，好像没什么意思。哦，对了，是不好意思表白的人买来送人的，暗示，懂吗？含羞草，小胖。